也看不见了。我忘了是从哪边上去了，这个我也只是玩了个头啊，还是挺吓人的。其实我好像就打到那个胖子那块儿，后面就没打了。好像还是不是这样，好像还是那面吧？啊，不是，还真的是这面。这个门应该是开不开的。哎，无所谓了，其实。这个男主真的是这个体力好弱呀、我去，什么伤啊？这个氛围做的还是蛮不错的。我记得还有一块电池啊，这地方。